身体的一个优点是露露追不上的，就是胸部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那不是小胸，你那叫平乳。没关系，小有小的好，大有大的坏。我为国家省布料。以乳变人。胸部已经快跑出来，慢慢抬头才，哎呦，这是我女儿啊！理解。谁让你穿这样子的？我老公说 OK 啊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哎，好，谢谢。你要问可丽姐，谁让你穿这样子的？我爸说 OK 啊。出来我吓一跳，哎呦，我靠，有一个艺人，然后为什么那个胸部已经快跑出来，慢慢抬头才，哎呦，这是我女儿啊。原来是一个，对对对对，以乳变人。什么？哎呦，啊，查某囝啦。啊现在哈，现在反正哈，有他说我问你干嘛？你是我老爸，我怎么问我老公而已。哎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哇，哎，爸爸都不知道你身材这么好啊！你为什么会知道？身体的一个优点是露露追不上的，就是胸部。我是胸部，因为现在露露胸起来了。哎呀，你那不是小胸，你那叫平乳。没关系，小有小的好，大有大的坏。哎哎哎，都是不好。我靠！好了，别乱射箭了，都几点了？我为国家省布料。对，没关系。哎，我今天有一种感觉是酒池肉林了。主持人，可以不要再摸我的手了吗？哎，你真的当你来哪里了吗？为什么他会坐在这里啦？习惯了，旁边有异性都会出手。好了。